这个只有和你作为球王的胜利呀！
今天遇到无敌神勇的我，算你运气不好。可惜你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爷爷说的果然没错，这草就是巨型鲅鱼的天敌。 大家都到齐了吗？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，当初咱们南大陆的部族联合起来，组成猛丹部落，并且建立了战士塔，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强大的图腾战士来保护咱们的家园。可我们部族已经5年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图腾战士，好久没听说了，我们部落里还真有人吗？太困难了吧。 勇敢的人，准备出击！小鱼，小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受妖变的吧你？你这是长欠费了吧？哼，这头熊可是我捕到的猎物。小鱼捕到的，这么大的一只剑齿虫，吹牛吧你？快抓到它！我可是历经了一番苦斗呢，我与它在河边打仗了几百个回合。 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说的千真万确。见人就凭你啊？可是我难道是你吗？你，哎，让我看看。嗯，确实不是自然死亡的，这家伙是你在河边捕到的。<笑>是啊，我与他在河边打上了几百个回合，竟然不分胜负。最后我决定使出最厉害的招式，给他致命一击。<笑>那一刹那。 我的铁拳和他的剑齿激烈的碰撞，我以为自己会光荣的死去，然而差点被刺破。做得好，小鱼！你为咱们部族除了遗憾啊，以后咱们族人就可以放心的在河边捕鱼了。能一个人打败这么大只的剑齿熊，小鱼简直创造了奇迹。
那么，我现在对大家宣布一件事，我将推荐小鱼，代表我们有鱼族，参加今年图腾战士的考试。明天一早，小鱼就出发吧。图腾战士，考试？今天晚上就举行宴会，欢送小鱼。小孩子喝什么酒？哎，马姐，干嘛呀？今天不就是为我幸福的吗？那也不行，明天一早就要去战士塔了，所以今晚要养足精神。需要带走的东西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谢谢艾玛姐姐，等我当上了图腾战士，绝对不可能。老头子，凭什么这么说？啊？喂！你的条件，当图腾战士根本就是去送死。谁说的？我天生就是这块料。哼，你什么态度啊？连酋长都说了。臭老头，你干什么？就你那点本事，还是乖乖待在家里吧。要你管！酋长，让小鱼去参加考试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但是他打败了剑齿熊，族里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，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护送小鱼到战士塔就拜托你了。对不起，都是为了我。别哭，作为图腾战士，受点伤是小事一桩，这颗龙牙就送给你吧，要成为最勇敢的图腾战士。我答应你，要成为最勇敢的图腾战士。去追